哎，今天我去超级市场买东西，我今日做咩种菜菜，我想做俾人哋看。哎，菜菜唔同诶，我上日做都放南叶，人家摆唔同诶，放你们讲啊，就仔蚝油诶，瘦瘦蚝仔蚝油超嗲咯，我做下好食诶，我今日去买。买到去做半日了看，我今仔到我同学来，我捞去买东西。哇，很太白那么高啊、哦！还一包，含咩？麦鸡嘢啫。你做大菜啊？你麦鸡菇啊？金针菇啊？啊，买一只。啊，我买啊，菇竹嚟嘅，大嘅。小姐，哎呀，做菜嘅，我煎鸡加两包，啊，做半日就快，啊，你包做唔晒啊，你可不可以放嚟食？佢慢慢做，你又快嘅，又要嘅，又要嘅，你又快。嗯。今仔一半来，我再用下煎半日就快。阿婆婆，太包细包买咗嚟，我今仔出煎半日就快，买只靓靓嘅白。靓靓嘅白，诶，煎斋菜半日看，毛光南鱼，好好食啊！嗱，一只白，阿婆婆建议争买嘅，买嚟做，一只好 Q 块，买到一只，唔贵，一只十零条，啊，见啦，石南鱼可以拿水煎靓鱼，啊，见啦，煎来煎靓鱼先，啊，煎下我用嘅。阿婆婆今日做一剂唔同平时一剂啊，炸腐竹啊，啲啲得得跳过嚟噶，见阿唔咩？我又就系啊，条条菇、鲜爆菇、冬菇，系有人就先头系争埋嘅，掺落去，而终于掺埋几多碟，条条系喺做剂嘅。也种腐竹，那做晒热料啊！要唔是蛇就放去做，也日本跳铺，也红萝卜、红辣椒，放啲姜啊，也仔蚝油啊，有糖、鸡蛋黄，就系很简单，也几样，也几样仔嘅，我做半日就看。第二条过年过节，所以食唔都可以煮。今仔我去煮日新盘，明日就看。啊，今仔得闲啊，就日条切起，我日条切下去，切下去，奶油落下去，超搞掂。你啊，冬菇啊，搞成煎到今仔，过容易切，又容易煮，煮美去，硬啊！嗱，日条我就拿来切。有条牙啦，切开，啊，超拿水碌下去，碌下去啫，啊，做前南五又讲啰啰嗦嗦，啊，你超一样简单，今仔我再切冬菇。哎，很切，拿水一缸滚水，哎，六条水啊，拉去就亮亮的了，没有麻烦就，一搞搞，哎，姜哎本就香的啫，哎，辣椒本就亮的啫，也鸡蛋花，我给它切下来，哎，滚哎水啊，六杯的。现在人炒出高铁，好简单呢。嗯。我今仔订了水杯，我有一两样啊，我拿水过下去啫。啊，然后挨到日本跳，我握条瘦瘦，辣下瘦瘦啫，就 OK 嘅啦。嗯，订杯好嘛。
无论弄嘛，该菜都好啊，该放啲油去，就靓了咯。嗱，也就成咯，如果也就过难熟，过硬。给那用卤味碟，俺们吃的没煮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清淡就 OK 的。嗯，好啊。来，给那二剪条布。按着，对啦，对啦，对。嗯，那给它剪的就够香，又好看。那给它婆婆开始煮啦，冬菇。也三样在人哋放埋下一炒，哪个地方？清清菇一水炒，加芝麻放到一水炒啊。嗯，一水炒，在嘛，在都要送嘛，一切嘛。哎得，在好了。那不错。付出啊，不是卤水啊，知道吗？哦，这样做。什么一锅粥啊？然后放炒炒煮。嗯，炒炒豉油。嗯 ，OK。那就很简单，嗯，亮，哎，跟那样放，放少水，虽然不过哎，牙包让你就得了。所以讲啊，有伢的腐竹啊、冬菇啊，就亮个了菜，哎，摘菜就亮个了。嗯，还有什么摘？那跟那牙不过牙牙包来，那还有就亮了。那很漂亮，啊，然后摘哦，就很简单咯，背几背搞掉，杂事啊，我都得了，只要认出背了就得了，其他嘅一步好慢好些，啊，五分钟好哎，那看那只，啊，得了。嗯，按放水。哎，做我早晨要到去超级市场买东西，哦，家头讲好些一样话，啊，要感染日本跳舞啊，要腐竹啊，哦，要喺度乜嘅菇啊、冬菇啊，什么仔嚟？你就吃下看，哎，今日食斋啊，来，要四两条，啊，四两条嘅斋，你买下条去包装下条啊，佢好靓嘅喎，你条条裤，你包啊，而家讲收完息啊，又可以做300，个裤就，嗯，好唔好？嗯，好靓啊，嗯，好靓。谢我那小妹，啊，上日食就要转啊，我那小妹啦，咩咁物计？人条菜，纯仔的，要好食。
可以做个木卡人食啦。几下子，太阳，大家吃饭，拜拜。